我之前有帮一个朋友按摩，那我旁边有一个女生，她一直在看，就是哦，那我有感觉到她一直就是很羡慕的感觉，就是好，我好想被按摩这种。想带走。真的啦，真的啦，哦。而且你看，那个女生说了，哇，福利那么好，帮她按摩，我就跟她说，哦，你也想要是不是？可以啊。他说：“哈，我怎么好意思？”我说：“没关系，真的啦，不用害羞啦，我真的可以帮你。哦，不用，谢谢你，不用，真的啦。”但是他还是感觉就是很想要的。那你示范一下，你按一下梦多。然后那个朋友就说：“哦，好舒服哦，真的你好厉害哦。”然后旁边。哦，福利怎么那么好哦？就是眼睛好大哦，然后就可以啊。哦，不用，我怎么就是很虚伪啊？我想说，不用那么客气嘛。你很想要的话，我帮你，又不用，我不会那么小气嘛。我觉得你们受到赞美的那个感情也有一点奇怪，也让我误会。第一次来台湾的时候，那时候中文还没有很好。然后就称赞我朋友说，哦，你好厉害，你好厉害。他说哪里哪里，我说啊，你很厉害啊。他说哪里哪里，我说哪里哪里，你东西掉了是不是？你在找什么？哪里什么东西？我就听不懂了。但像我们，你称赞我们的，为什么要插网络的老笑话？